早晨，各位种玫瑰的小伙伴，今天又来到Lily's Garden。看看这棵一个星期前送到货过来的The Journalist Garden。The Journalist Garden 呢，咁呢棵咧，我就未曾換盆，放喺呢度咧就有，應該有一個星期啦。你睇而家啲苗醒苗咗啦，啱啱翻嚟嗰時咧，啲苗係好好唔精神啊，而家好精神啊。咁呢棵咧就係、是、compassion。應該是叫同情或者是叫靈敏之心啦。咁呢棵咧就唔知點解呢個葉咧有啲卷。咁未曾換盆，因為嗰日寄貨過嚟嘅時候咧太夜啦，夜晚都有拍咗 video 啊，不過咧 video 睇得唔係好清楚。就冇放上視頻啦，因為係夜晚。咁嗰棵咧就係之前送貨過嚟嘅啦，呢棵已經有一個月啦。我開始以為佢應該係死咗噶啦，嗱呢邊原來有個枝丫係死咗嘅。而家咧好似呢度咧又生翻啦呢棵。Black City in Blue， 就是这样。这个换了盆的，这个是这样可以对比到。这个是两加仑的盆，这个是一加仑的盆。那好啦，今天 video 到这里啦，下次换盆的话再上新视频啦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 拜拜。